说说，昨晚听这些老同学说，今天有个英雄会被送回来，把英雄送回来的是陆队长。听说陆队长刚刚结婚啊？ 不用想说辞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叔叔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已经知道了。桂晓和你说的。之前接到去公海，本来想任务结束，跟桂晓一起去家里等门拜访。 既然已经结婚了，有家了，以后出任务的时候要小心点儿。好，准备去哪儿？把司机送你。回家。去吧。